大家好，我是阿汤。今天是周一，给大家聊一聊，探讨一下。因为我这两天一直在想，就是说我因为之前我说过一个话题，我说我最大的阶段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跟拍的摄影师。其实这对于做自媒体人来说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就像雪中送炭的感觉一样。我在想，就是我们做自媒体是为了什么？其实自媒体的初衷又是为了什么？最初的初衷是因为大家的分享，通过非专业化的镜头表达方式，把生活中的一些闪光点或者说有价值的东西用最快的速度表达出来，在社交媒体上社交平台上分享给大家的这种即时性的这种分享，它的价值超过了任何一种媒体，因为它的快速，它的直接，它的这种真实。所以说我感觉就是这是自媒体的魅力。那么说，如果我们通过团队，通过包装，通过后期就是精良的运作，团队化的运作，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，那么我在想，它是不是就违背了自媒体的一个初衷的呢？它这种方式大家怎么看？我觉得这是我这两天思考的问题，也是我一直在有一些困惑的地方。我也希望通过屏幕，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说出自己的感受。这是我想表达的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交流。我是阿汤。如果你也热爱生活，如果你也喜欢海南，请关注我。祝你一周愉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